当女人对男人喋喋不休地去强调一些错误的时候，男人最不应该做的就是不加思索地认错和道歉，因为那在女人看来都是轻视。女人在乎的所有问题，其实最后指向的都是希望被尊重。所以真诚的态度是男人认错的重要基础。爱情保卫战和我都开通了抖音的账号，大家赶紧去下载抖音短视频 APP 来关注我们，还有更多的爱情告白的精彩视频等你来看。咱们来看看这对老年情侣自己的选择，请看。所以在他心里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个人陪伴在他的身边，即使这样即使那样对他来说都是好的，所以某些同志就抓住了别人这个弱点嘛。还聊不改的，来有请小花童，有请。这我们来见证属于这对西凉恋人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亲爱的，我爱你。